맞지 맞지 세상에 谢谢。The softy song。我比较喜欢粉干，就是不要那么的。所以它是同个部位。对吗？那个有硬化的没？哈哈，好美。所以等一下打开来看才知道，看有没有干硬，有干硬化的就被分成猪肝，那如果没有干硬化就被粉干。但是处理方式不一样吧？然后右手边吗？没开啊，是不是没开？门口庙，庙面对庙左边。开价要？开新价，开新价。哦，阿弟是加的价要？这是假啥啦？萝卜糕。炸的。萝卜糕，吼，萝卜糕，萝卜糕。哦，啊，这得好，这得好，这得好，谢谢啊，哈。我们去老地方吧，去老地方好不好？哇、哦，怎么说出来又遇到？再下台一次。啊，小孩子。哎，吓死我！你真吓我！气死了！不不不。他怎么刚好都走出来啊？含金婆婆，哟，我牛哥早。那个哎、欸，其实不是萝卜糕啦，我讲错了。那时候那个吃的那个是萝卜丝饼吧，类似那种，反正是炸的。我们先去那个吧，哎呦，先去那个。小婷早啊，看一下啊、哦，阿唐咸粥。我们吃阿唐咸粥。那是陈其迈，高雄市长拿去吃的，怎么可能让路人拿去吃？我本来要插给他吃，我本来要吃，等下插给他吃，然后结果谁知道他直接用手捏，我整个傻，我真的傻掉了。刚刚操纵，凯哥早啊，凯哥是还没睡吧？可是我们不同党哎、欸，凯哥是在犹豫吗？你该不会忧郁症吧？你怎么这么不满足啊？你怎么这么不满足？早安，早安，大家早安。那也没办法。你不满的话，就把不满讲出来嘛。到底有什么不满的？开一个抖内条让他满。那我现在的正参选的政治人物都好帅啊！还是他们现在其实都是用网美照，就是那看那些很多女生都用网美照。
机车右转，红灯可右转，红灯可以右转啊，我没有闯红灯哦，红灯可以右转。那个尼欧哥，我等一下再去看，我先去阿唐。那种羊呢？它旁边有牌子啊，因为嘉义好像就没有那个牌子的。配金牌，特别是我现在要骑车回去，我可能没办法配金牌。公车撞不到那个牌子吗？那都已经摆弄出来了。是吗？可以啦，你看看我是谁，我的肚子最近扁了很多了，我现在的肚子完全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，鱼肚海鲜都是不是好？你看前面可以到健康路吗？健康路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是这边的人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有啊，昨天卡车有买一杯饮料给我。还是表面是有没有上班的？他要上班吧？他上班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要上班。我背着一个大背包，然后架着一个摄影机，然后他问我问路，是不是有点怪怪的？靠边，在那里太早转了。好多人哦，是不是台湾其实都很有钱人太多了？我有点中了，我只有露出一对眼睛了。是不是其实台湾经济起飞啦，都不用，其实台湾的经济其实没有不好，对不对？二十年来经济最好的是不是？这附近好像是我之前要吃的一间，结果没有位置要定位。每个人有老大一样的，都不是有钱的。哎呀，靠北，这是死路。感谢谁啊？怎么我的机器人都挂了？我的通知机器人全挂了、啊。
应该我猜早餐，我猜这笔赞助应该是尼优哥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看不到 ，sorry。感谢感谢。我不知道哎，机器人最近，昨天晚上其实就罢工了、啊，就是还是其实是被天天抖坏了。其实是被天天抖坏了，他抖的那一笔就没有跳出来。米板中，还要停哪里？我觉得我刚刚应该可以直接停巷子里走出来就好了，因为这里根本没地方可以停了。还是我们买个茶模在那个一起。其实不会很多人啊，但是排一下都有了。其实不会很多人。对啊，反正很正好，反正我们在地的。那看我的安全帽没有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违规这个东西哦，就是他来开了，就给他钱就好了。直接找位置坐，然后再点。对对对，赶快再点餐哦，然后把它点上。我应该不用那么大的位置，我找一个吧台，看有没有吧台快出来就好。那个是不是才刚点而已？等一下，稍微等一下，我坐吧台吧，还是这边其实都是要坐吧台，还是这里是等一下的。旁边都查我，还是我们先查我一杯。定位啊，请定位啊！妈的，他这个人点了不吃是怎样？他点了就放在桌上这样子喂风。
就对啊，所以其实多少钱其实都没有什么影响，只要是那、哦、我要吃鱼肚加咸粥还是鱼皮加咸粥？不是我直接做佐料这里。没有，我这边，他外带去。这里应该可以做吧？看。这是跟你们一起的吗？还是他已经走了？他走了，他不吃了。哦。我让他气到不吃了，那我还要做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还要再涨价，不然都不怎么看。表示还是太便宜了。这个鱼肚吧，鱼肚内用，然后再一份油条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只是真的在烧。这样的东西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28号，28号。来，大哥，你贵姓？啊，我姓谢。来，275，200。来，下两周的，准备上啊。来，下两周。他等20分钟。谢谢你啊，可以帮我请他收一下那个。好的，来。这个要给他清修一点，好不好？嗯。哦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好意思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。谢先生，因为我们送的是送的。我大姐啊。今天上来了要怎么样啊？300多。嗯。笑死！先生，打电话的苏先生。妈妈们呼叫我们。来，老家人吗？先生。你看，我就跟你说，你没有问他，他也不会主动帮你开发票。虽然说我也不需要这个发票，因为他开的发票一定是免用的，问对手。可是其实他有按发票，哎，有啊，他给我发票。我在吃粥。粥加鱼肚是260，所以你们其实都曲解他了。你他一般粥也才160而已，他是加鱼肚之后，鱼肚100块嘛，所以他其实也不是260啊。他其实不是260，你们都误会他了。那个新闻在杀这间店了。260是指粥加鱼肚，然后可能一碗粥直接上260，他妈的，那谁要吃啊？对啊。早餐都去吃阿鲁，去阿鲁。对啊，主要是报道没有报道的
的正确啦，就是他根本就想要把他干掉。早餐吃卤肉饭很爽，还是凯哥这里也出去吃卤肉饭呢？你今天要出国啊？你要记得带护照哎。那你的护照是不是还没更，还没去换新的？没换新，没办法出国哎。我的护照都快过期了，那你的一定早就过期了吧？而且我是还是前阵子前年还有出国。你要吃吗？我吃了。苗栗国免签，那但是好，好啦，免签是不是？然后去苗栗的话，应该要早点出门吧？有没有兔？这只兔子有没有很可爱？早安啊，大理七哥哥。谁？就兔子啊，没有。对对对。该不会，该不会是？我的手机该不会是？哦，真的是黑的，你们看不到对不对？可以啦，其实你们看得到啊，杠是不是在钓我？照兔兔。我很怕我的头发掉到他们那个东西里面。菜市场里面咸粥更贵，都没有跟记者报，还是其实是菜市场里面那一摊是来去报阿唐的。那间其实算海鲜粥，那这间也是算海鲜粥吧？哦，你是说海产类的，不是纯鱼而已，对不对？人算多，但没有到很爆。回去的时候，然后就躺了一下，一直翻，然后他们冷气都切，没有开冷气，我傻了，整个傻掉，然后我就爬起来去把冷气打开。他刚刚说。来，加电话铃啊！啊，多多要。
看，被你看到，这样也被你看到。哦，说好说好，不在实况上跑 ID， 容易出事的。你看我昨天满满的鱼肠。这样看看多其实蛮恶心的。友爱街也在附近。先看这边吃完还吃不吃得下，不然其实看起来还不错。感谢 JL 订阅第九个月。我昨天看到你在玩游戏啊，可是我没有戴耳机，我就没有点进去看。住外面就我很怕吵到别人，结果晚晚一点的时候，结果我以为很晚回去了，没想到还有人比我更晚回去。然后重点是那天就是我跟另外一个男的，其他全部都是女生，吃粥很快就饿了，那也是过一阵子的事啊，他也不会马上就吃了就饿了，而且他的粥蛮大碗的，刚刚那个人吃半碗他就走了。没事啊，我也被我的观众说我游戏沉迷啊，打 POE 打到了不开台了。他们这也做了真的 POE 之神，打了五六个小时，死个五分钟就整天都白练了，打到不睡觉。左边来了一组客人，他直接坐他们在这个整理的这个时间。蛋蛋不需要我陪，他有新的男朋友了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又那个就是他新男友。户外男可怜，打游戏打到观众退房。真的还会继续看的，就是可能就真的是这个挂牌的了。然后还偶尔看到你开台，然后来聊聊天这样子而已。五三三辣秀，四十确实。不能凑三站，他还没起床，赶快凑他，不然他起床了我就不能凑他了。你们要提醒我，我手机放在这里。Sammy， 我昨天都没有看到你，我瑞德过去才看到你。你不能这样子哎，你至少要来打个招呼啊！我现在开始亲的观众了，郑田安，对啊，阿唐。等一下就顶哥去苗栗国是坐高铁嘛，我跟你讲，他如果去苗栗国坐高铁，他可能下车都不知道该怎么离开那个高铁站的。早安，世勋。
有文龙啊。这边也有琴，无处不琴的，我跟你讲。我们先从最基本开始，就是嗯，点位至少要来看场，然后等你们稳定之后，哦，你们至少也订个月吧，然后等你们也都有订阅的时候，哦，你们至少也走个那个，然后就慢慢一步一步，然后最后就被观众说，哦，干这个主播都在骗钱，然后又抽到大乱斗，然后开始两方互凑，两方互呛，然后又一个循环，又回到哦，人数又下去了，然后再慢慢开始进，哦，你们至少追个水吧，哦，你们至少。聪明安，苗栗的那个高铁站真的蛮偏僻的。阿哈早，去报呀。计划中。下次后苗栗高铁站之四周像是可以弃尸的地方，就应该是比彰化还要偏僻哦，我觉得啦，个人觉得。因为一开始不是说啊苗栗要高铁站干嘛，一开始盖的时候苗栗有站，那时候彰化好像还没有站，我忘记前后顺序了，然后就说啊你站盖在苗栗干嘛，是不是土地苗栗的苗栗的什么官还是什么的。大湖离那里还有一段吧，西湖比较近。一股一阵没毛病，好的好。来，现在的沙发号十位站好，白城花的钱。没有，他刚刚就有讲啦，就是要二十分钟以上啊，啊可以的话你再点，啊不可以就不要来。哦，我听到的也是你说的那样哎，大胃黄。我跟你讲啊，那个站在哪里齁，早就已经定了。你们全苗栗国人都生意好的来不及补。星期五聚餐的时候等40分，你说昨天晚上凯哥跟你们聚餐啊，等40分钟，结果等了80分钟，那还好啦，反正你们人多啊，聊个天，时间就过去了。广东做的煮法，看起来应该是啊。前天哦，对哦，今天礼拜日了，好哎，我播到，只要休3天以上，我的时间就错乱了。三线海线啊，所以苗栗市区是在三线吧，还是在海线？因为我都只有去三线的，我也是苗栗人啊，我的祖籍是从什么大陆什么厂忘记了，然后整个迁到苗栗来，所以我的祖坟是在苗栗，前阵子才把它迁回台中的，迁到台中了。我是正常来说，我家是通宵人。哦，贝妹，你说，跟你讲，苗栗的地又没有很贵，不是啊，就是你根本就卖不出去啊，因为我们的那个主厝整排的在那边，然后放的烂，然后也没人要去处理，大家都觉得是烂摊子。他妈的，如果是我就盖游乐园了，这不是在我手上。
总有一天，那个轮不到我了，有说不定之后就被充公了，因为我们家这一辈的是完全不，就是没有脱离政治的这辈这边，然后我们家的另外一边的是完全都是全部全政治人物。每个200块啊。太多人继承了，对啊，那个根本就轮不到我，好不好？说不定轮到我就剩一个马桶了。怎么了吗？我看一下那个，我记得我有留图，我看一下。有啊，他刚刚有讲了，他跟那个陈州的说，哦，我是先来的。对啊，巧婷，我都挡证了，要给你看吗？我拿照片给你看，我没有带出来。前面蔡先生，有想会不会收走？应该不会啊。等一下啊，挡证。一个是阿牛，一个是阿凡。对。那个阿牛的。爸。怎么找不到了？我不知道了。我现在找好了。好。好。哎，我觉得。对啊，他有条秒上，然后周要等20分钟以上。他没有没有。不会啦，我跟那个蔡英文跟那个谁陈其迈都很好啊。你看昨天陈其迈还拿我一块糕。然后昨天我跟蔡英文的护送车队一起走，对不对？就知道了，我是蓝皮绿皮的，然后中神通。冰榔。没事啊，是。我对政治来说，我觉得政治来说就是一个笑话。我给你看剪辑啊。我要点我的钱，然后剪辑。7天内。对。是啊，奇麦在这里。我看一下。干他妈的，直接用手拿，我操！四如明月种，还就是。银幕万他，好，我不管他有没有洗手啊，算了，没不重要，那写到我账，泡泡澡。那个啦，他爸是那个啊，我记得是一个大将，不是吗？难怪那时候他在选的时候，有人在说他是北鬼国仔。
他一般的粥是160，你们都误解他了，就是一般的有料的粥啊，160啊，啊是你多一个鱼肚或者是加鱼皮鱼肠才是260，所以那个新闻根本就是乱讲。打球早安。你怎么可能没有假日？你不是也是周休二日吗？周休六日吗？还是你其实也是排休的？之前这样200，啊，你看它才涨60而已，还好吧？有可能，我在等他泡妆。为什么凯哥打的字都黑色的？还是他没有打字？我想要放包包，有点累。懂吃。我还没到台中就跳到台中来了。西海先不会下。不会吧？你看上个台风来台湾就直接转向了，这个应该也不会进来。它只是顶多下个雨而已，总比没下雨好啊，因为。是啊，凯哥，我就问你，台湾哪个政治人物没有弊案的？哪一个政治人物没有弊案的？只是没有被挖出来而已。你去看立法院的立法委员，哪一个没有案底的？谁？蔡思宇，你还没要选，等你要选再讲。啊，你也有案底啊？你被实况指控吗？你也是有案底啊？你等一下选的时候被挖出来怎么办？然后只有爆料的就是告你的那个。Thank you.
我昨天做那个深蹲，现在脚超酸。鱼肚好大，他鱼肚大也没有我肚子大。我的肚子有26万，对不对？他们在干嘛？哦，这个令大大不能来吃，他这个全部都是葱，这是串葱吗？还是这不是葱，芹菜吗？你说店家到手就已经无刺了，可是我看他网络上有人说他点综合的还是会有刺。他这个料还是蛮多的，这里有鹅啊。咸粥啊，表示你点这个的话就是综合咸粥，这里就有刺啊，你看马上就有吃到一个刺啊。所以他们都说吃的时候要小心吃。它原本的粥里面就很多料了啦，它只是260只，你再加一片鱼肚、鱼肠或者是鱼皮，所以其实还好啊，还不够贵，不然你看怎么那么多人。喜欢这个，它煎的脆脆的那个肉吗？煮托鱼吗？还是石墨鱼？这里面应该是有土托有石墨。鱼子。没有，他鱼头才40块而已，好不好？谢谢爸爸。凯哥，你是在黑人家？凯哥，你是在黑人家？人家鱼头才40，你怎么跟人家说50？我打电话你问。以前两个50吗？你鱼头是一个还是两个？你要一个也可以啊。啊，他40是一个还是两个？两个。你看，凯哥，你在乱人家乱讲。要吗？要，不用不用。哦，你说台北，我想说你说这间呢。鱼头，正常应该一般人也比较少在蹭鱼头吧。我们家的鱼头都是我妈在蹭。
暖。然后粥正常都是180，它是加这个鱼肚、鱼皮、鱼肠才会多加100块。Jman Live， 刚刚你是主播吗？正常 ID 后面我有加 Live 的还是什么的 TV 的，应该是主播。我觉得你们来可以不一定要点粥，你们可以点他的鱼肚、鱼肠、鱼皮，然后配他的虾仁饭。对啊，一个人基本上是吃不完。上两个客人，三组家人啊，就他们点三碗，就每一个都剩半碗以上。因为你如果没有水粉，因为我吃粥我也不太懂嘛，反正它是有粥，然后东西好吃就可以了。下次不会回购，因为还要找位置麻烦，因为就直接去一间可以直接进去就直接坐着吃了，而且你来这里还要等。不可以至少吃一次。他心前走。看他妈的，他鱼鳞没有刮干净。哎呀，你刚刚 OK， 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点鱼肠就没有刺了嘛。
感谢叔叔。你今天不会是你气大贵的啦？再来两杯水，我来。增加口感，好，可以给过。那它是好的。可是它洗得很干净啊，就那个我看起来那片是很透明的。对啊，就是啊。应该是吃的吧。是鱼肠。欸、其实你说粥没有饱足感，但是它料真的蛮多的，其实这样应该会饱吧。所以它的米其实没有煮到很整个烂掉那样子，所以应该是多少会有一些饱足感。好，拿看一下。就可以有鱼肚了，他那个账单菜单上的煎鱼肚要120。面霜小姐，小姐姐妹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来，下面客人。他关了吗？清水啊，彩米糕。哪里？不是那个阿彩啊。来，李先生哪一位？好，来，先等一下哈，您阿妹用爱等了哈。来，叫柜台，我叫老姜。你有做网络直播？啊，对。怎么你们会卖吗？要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要不要叫他？我吃不太下。好，一个人太，一个人太难吃，一个人太难吃。太炸了。对，太炸了。被关切了啦！你们在乱讲话啊！你们太乱讲话啊！好了。
家三个老板娘不是着急往后吃胖。好了，先去下一站嘉义，先去看阿坦，然后再去嘉义。谢谢哦。嗨，拜拜。拜。那个是不是也在附近啊？啊，我手机没拿到，靠一下，真的没拿到，哼，笑死。结果真的忘了拿手机。我拿个手机。谢谢啊。来。来，小心点啊。对。三七。